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， 今天我们来玩具开箱吧。这一包呢是我在虾皮抢购到的，它那个时候在特价，一样东西只要3块钱，最多买10样，所以我就买了10件。十件一样东西啊，我想说如果好玩的话，我就寄给你们玩一玩看。它原本的价钱是一个69块钱，然后就特价3块。它的品名是叫做气球飞机，有没有很酷？可是就小小这一袋，10个都在这里面，我们直接打开来看看吧。哦，有 feel 了，稍微近看一下呢，就是长这个样子哦，感觉有气球，有管子。很像真的可以飞上天空的感觉。你如果跟我说这一个要69块，我觉得很贵；如果说这个3块钱，我觉得很便宜。这边都是多余的，要寄给你们的。我先打开一个来玩玩看吧。好，里面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它的配件呢，就是3个类似机翼的东西哈，2个气球，2个小小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的。这后面都有说明书哈，我们来稍微看一下，应该也不难啦。好，我们就是把它装上去就对了哈。像这一个啊，他们有一个洞可以装进去的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个卡榫，把它卡进去就对了，要卡得非常紧哦，它才会卡进去。OK， 卡榫卡好以后呢，这个就是长这个样子啦。接着应该是把这个装在这吧。OK， 完美，这样搭配起来有点像个喇叭的感觉，有吗？应该是吹好气球装上去吧。我们先不要把这个装上去，我们先把这个装上气球。这个大的地方套上去，就会变成是这样的感觉哦。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吹气，然后把它吹蓬吧。这有点难吹，这怎么那么难吹？好难吹哦，这种小气球真的超难吹的。好，这是我的极限了，它应该就是只能吹这样。好，它的气漏很快，我们要赶快咯，装上去，装上去应该就会飞了吧？没有啊，装上去应该就是整个泄气啊。哦，没有，我们要捏住这个下面那个，不要拉气跑走，再一次哦。我们这样捏住它，再捏住，然后把它套上去，我们要开始起飞咯。应该会成功，应该会蛮好玩的，等一下。好，现在的我是手拿着相机要来去拍摄它飞起来的画面喽。1、2、3，我觉得刚刚它飞起来的非常可爱。这个气球好像不能吹太大，应该可以自己买一个超大气球吹吧。1、2、3，哦，超级超级好玩的，我觉得它。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我的相机无法跟上它的脚步，我完全不知道它要飞到哪里去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着它拍。它真的好酷的游戏哦！再玩一次，准备 catch 它飞起来的时刻哦！飞了 1、2、3，它就在慢慢飞上去天花板，然后敲下来再掉下来。超酷！那我留一个给宣玩，其余的我抽奖抽出去，怎么抽看资讯栏。最后跟大家说，如果说这一个价钱69元，我铁定给他买下去，超级好玩。可是它有一点吵，所以不要大半夜的时候玩，会吵死你的家人。那我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啦，喜欢影片还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，叫气泡丢我是 CHU， 每天5点发布影片，大家我们拜拜了。